这上个礼拜啊，这个立法院啊很精彩啊，一堆毁宪乱政、乱搞一通的这种演出啊，哈，给他一个刀票啊，都发多人一个外个人给掏刀，这种就直接违反刑法啊，刑事犯罪，1年以上7年以下，证据在哪里？证据在立法院的录影带。韩国瑜把录影带交出来。国民党谁按的？谁偷按的？交出来！没有把人交出来，要协商什么？犯罪还可以协商哦，刑事犯罪还可以协商哦，要协商可以，认罪协商，先认罪再协商。韩国瑜，你连一个医师科的科长都不如，人家科长都无法度处理，怎样处理你下骹职员？来第什么人偷鸡的？你看无呀？你没看过录影带啊？你不知道谁按的，是不是？